咕溜咕溜。咕溜咕溜。咕溜咕溜。哇，超可爱，好可爱，对啊，他真的好可爱哦，咕噜咕噜，原来刚刚那个就是鱼露爱玉啦，两口就可以了，两口就好了嘛，喝完吧，吃光吧，蛮好喝的吧。真的是蛮浮夸的，这么好喝，骗王的，弄错了吧？要浮夸呀！你这样子，你我们后面要也要这样子呗？可以啦，哦，这个可以啦，忍得住。还故意多吃一口，你看吗？忍得住，多喜欢这个味道。他舔人家嘴唇。我们刚刚是看刷浮夸，我们是看现在是很浮夸，很浮夸，很浮夸。来，秉承师傅，你是超，我们循序渐进。我是超，他是超，超哥。喝完吧，这个爱玉呢，你看看，哦，哦，完了没啦？玩多久？不要玩多久？这样熬多久？我就问。哦，咕溜咕溜，哦，哇，很浮夸，很浮夸呢。他在细细品尝，很浮夸，很富有哦。该我了，超浮夸，陈哥，不好猜哎，叫我超哥啊，超哥，超哥，干了吧，咱们江湖上拿红门拿碗都是这样拿，红门都是你要讲，整碗洒在地上，对啊，红门今始为君开，哇，咕溜咕溜，咕溜咕溜，咕溜咕溜，哇，超可爱，好可爱，对啊，他真的好可爱哦，咕溜咕溜。哎呦，来补一口啊，哦，哎，好了，哇！你们觉得谁？三十秒的讨论时间，咸的真的比较好装吧？因为它那个是臭又咸嘛，鱼露又咸又臭啊。直觉会觉得，我觉得邱勇有吃到了，吃到有吃到，你嘞？我是刚刚是觉得说吃到的可能有秉承师傅，对，因为他太刻意的用很浮夸的方式，陈哥是学他的招。哎，我们这一组就是浮夸，对啊，我们就浮夸。但是你先浮夸起来放了啊！哎，我是超哥呢，哎呀，我是烧哥呢，是不是？烧哥，我是狠哥呢，很烧呢，他烧哥。所以你觉得谁吃到正常的？我觉得啊，正常的，正常，我们要猜正常的哦，要猜正常的，对。哎，就追法了哦，决胜负了。三去法是觉，我是觉得陈哥。我觉得邱勇吃到正常的。你觉得邱勇吃到正常了？对。啊，我还觉得吴秉承是。哇塞，刚好一人一票，猜拳，民主的社会，猜拳输的人决定。对啊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猜拳，猜拳还是怎么样？输的人决定，猜拳，来。猜拳。来啊，好，最后五秒喽。输的人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有我们。剪刀石头布。推。你决定，出输。出输。出来代表。对啊。那就一各一票，陈哥的吧，就。随便啊，超哥，超哥，对啊，你出书你要那个，超哥，超哥就是你了。我的书会大卖，中了！柠檬爱玉啊，我认真，真的柠檬爱玉啊，你确定？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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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，我不只是喜剧演员，我还是个表演鉴赏家。跟你讲，我是怎么看出来好厉害？对啊，我觉得你应用那个他的招，然后硬是很痛苦的感觉，就觉得他不可爱就对了。没有，没有，觉得很可爱。你何必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讨厌他呢？陈哥，承让，承让，你好棒。